香椿和柔柔为谎言争吵不休，吴宗宪一语道破真实原因。有一阵子我前男友就是有联系我，我就是有去跟他见面。是不是有点绿？有没有点绿？我现在头很晕。GREEN。我觉得这比我去健身房那些什么。你的才夸张。你去酒店。哎，那我们就扯平，你去酒店啊，对不对？我才见我前男友，这也可以去酒店一次啊。其实他真正的状态是。今晚10点，福尔会冲快筛九星大跟班。